来，坐过来一点。从天而降一个孩子，哎呀妈呀！这样，这个可以来一个。带你去滑冰。哦，滑冰也挺好，滑冰跟自然有啥？完就服啊，互相。啊！哦，看，还是很帅呀。还有颜文字，说什么呢？一哥一姐的，不要说这些，大家都是好同事，都是好同事。我怕他跑我。哎呀，你跟他在一起玩挺好啊，就这种。我还是喜欢那个程程。但他老这样也不行，男孩能喜欢这样的吗？